先学个 E 驾。谁家剑圣啊？哦哟呵，咋这么疼呢？哎，剑圣也猛啊，这银马出木印，幽梦木印，驾，这不行啊，这可打不过呀！你们能不能别追了？你们一起往下跑，追我干啥呀？哎，为啥这帮人过来跑过来追我来了？你大爷的！驾，跟我们俩赛跑！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赛跑！哎哎哎！我啊！呦呦呦呦！555移动速度，哎操，给你有不行了，哎，这把还有扇子吗？挺好的。剑圣，剑圣，剑圣！驾！跟我赛跑，我让你明白明白。赶紧升个二，这不行，这一级太垃圾了，赶紧升级，先升级。不行，我还没升级呢，兄弟。好，哇哦！哎呀，这刀锋也不行啊。这跟你配合也配合不了啥玩意了啊，我这一看呢。你快点回家出来。快点回家出来行不行？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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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我到，等我到，俺俩上。这小鱼人加上个耗子，还让他俩给我们俩给压了，还。驾！你咋跑了呢？跑啥呀？我真是服了，大哥！杀呀！哎，不行！呜！下路人有点多呀，
来开一个狼头，驾，先杀着耗子，先杀小绿来。耗子搁那儿呢，我看见了。快回家啊！出我们的木印，再出一个那个耀光。耀光加木印，我们直接就起飞。我一脚差点没给那小驴人给踹死。哎呀，应该来个幽梦的。来，我们上来看看啊，这吸血鬼是有点无敌了，我这一看呢。看看踹个岩柱能踹多少血啊？驾！快闪！吸血鬼，看你的了，回家了。我们现在找到耗子的位置啊，主要就杀这耗子。驾！给我杀，兄弟们！快跑！来人啊，给我套盾！队友呢？嗨呀！吸血鬼，你给我死！就你叫吸血鬼呀？啊？出三项，回家。我看能不能一脚把这人给他踢死。木印幽梦，木印幽梦三项板甲，那个叫啥来着？加那个那叫啥来，正义荣耀。一个老耗子没杀了，先来个皮孩吧。
干哈呢？薅的，往哪走？我给他踹出来！快跑！我发现这薅着也不厉害呀，无限火力里边。这吸血鬼上路是没人还怎么回？他们家剑圣挂机了，我说的嘛。薅着踹掉他半管子血，哎，吸血鬼，吸血鬼，我这直接能踹下去，你给我死，这都没死啊！哎呀，投降了。行，兄弟们。